对，你看那不都刚鼓小尖吗？那这玩意儿白扎人呢。对，哎，等这玩意儿长看看，等这玩意儿长得差不多以后就成这样式了，这还不少呢。往这个半杠顶上哈，啊，都是这玩意儿，都是玩意儿。对，上来就多。上次我们去的菜，那个坡顶上也都是。它这刺老牙刚开始是个小嫩头，然后长着长着，然后最后就变成这样式了，就长刺儿，对，就长刺儿了，就变成木质结构了。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已经烂了，就中间这个还能好点。好多都死了。啊，木老牙就都死了。你看不接，基本上都已经骨死了。掰这玩意儿一定要侧着掰，不能那个啥，不能让这玩意儿正对着自己。对，正对着自己吧，它就有问题，有弹力，别到时候破相了嘛。全是侧着掰。行，有那侧呀，这长，这大，越往高坡走越大，你看。啊。嗯。就回去踩不踩，不就可以整一盘了？有那啥。嗯。啊，嗯，大好，就这稍微再大点就好了，再大点，嗯，越往这顶上走，都是在这个小半杠上啊，不是这玩意儿长的，还得是在开阔林子里头，密林子里，嗯，那两个咋长了？这两个高峰要去掰了，我们找专门掰的，这样掰不踩这种网了。嗯，好啊，这样式的啊，这个带刺儿的吧是公子，这个不带刺儿的呢是母子。你说我这个菜多好，好你就得慢慢踩。我给大家讲一下，为啥不那个什么？为啥我不去掰刺老牙，靠手，我没戴手套，他说怕扎。这玩意儿全刺儿啊，扎一下老爽了，所以我不整这玩意儿，我嘎点这个微菜啥的。回去得了，嗯，反正上山总得划了点东西，不能空兜。对，踩这玩意还要戴手套，防护一定要做好。嗯，我离远点，没事，我离远点，看看，看这玩意儿，嗯，还带刺儿呢，这时候别撒手，你撒手我就完了。嗯，这大吧，这么大就正好了。它关键是还得去皮儿，去那个外头那个壳。啊，那回家腌制的，这个掰刺老牙。往下落个干是吧？啊，一定要侧着，可别正对着自己。正对自己搂自己，这玩意儿可真扎，这玩意儿不是假扎。正对着自己啊。嗯。他是给你弄上啊。破相。就是满哪都是眼儿啊。嗯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没带防护，整这玩意儿的后果来。哎呀，这就是被搂一下子，我就刚刚就被搂了一下子，哗哗哗，就成这样似的啊，就不小心，嗯，就没带防护。这是我今天唯一一天没带饭上山的时候。其实我买了，你知道吗？买了点油炸糕，不是我不想带，是因为我忘了，水也没带。哎呦我天！放车上压车了。放车上压车了，你不来点？车上还有。我不来。还有饮料呢。我该喝够了，喝了。水也解饱。水也解饱，你来点油炸糕吧。不来了，这马上到家了。